踏迹的古道具哈。嗯。这个是那种好的，好的，这个是老的。哦，它这个地方特细。嗯，就认识。哦，这黑的是二七。嗯，这个样子很少见的。嗯。金属的，这个带手柄的，这个中间好像赛罗洛的吧，不是象牙的。它这个面好看。
点慢点。開けるためにはね、鉛筆を取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だ。でも最初に鉛筆を動かす。そう。重いの、もう本当に重いの。Thank you.
12箇所ピンクが欲しいってこと。ちょっと違うよ。こんなに勝者にしないんでね、うん、やっぱ京都より西は勝者なんでね。挺好看的，真的，嗯，就是很容易就碎了。问题是，这个啊，嗯，应该碎不了吧？鱼竿，你想想它，太漂亮了，这个太可爱了。这是你，自己可以没有了，自己晒一个搁上。でもそれ使ってない。
プラないもんね、あんまり。よかった。こういうブリキのはね、ワコットの人が持ってるかもわかんないけどね。あ、このブリキ。从哪打开啊？不知道呀、啊。感觉这是不是后边有个眼儿啊？嗯。不知道上面。这干嘛呢？这是。哦，这是酒起子。对呀、啊，那你知道吗？这种散知道。它怎么灌进去？有这河。我看这小树。还是这样子。嗯。你看。壳挺好看的。编的。挺贵的这个。浪，别打了，这是盖儿。真的，树皮子。你看这个好玩吗？嗯，喜欢。好贵啊，这个6000。我觉得这个挺漂亮的。嗯，这个小铁皮。这是干嘛呢？打包脚杯。嗯。哇，2500。
And those are like sticks, like the walking sticks.老的呀，对，那个新的就是3000块钱。嗯，咱们在那个京都一直没买到合适的，这回下一次吧。就想搁咱，搞不好就搬过来了。厨房里，你给我记着一下，多姐。你看这是小抽屉是吗？这小抽屉吧，虽然是新的，挺逗的哈。嗯。Merry Christmas。技術好き、狙ってるんだ、うん、で、こっちは取ってきたんだ、うん、あ、面白い、面白いですね、これもビクトリア、面白い、面白い、ビクトリア、英国ビクトリア時代のビクトリア、6000円、6000円高いです分かんない、これ見てて、これが6000円で高くて、うん、これ10你看这个多好看、啊、のの特别漂亮、啊、6000円が高いですとか言われて困るね、你看他这还可以这个呢、10万円のものを安くしてくれとか言ってね、
三味线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鱼的什么？妖怪。金的什么？它叫什么？我看了刚才，对，老近况。